球员可以进场了。 现在进场的是白色温尼凯亚克队。 温尼凯亚克，中国皮划艇制造业的领跑者。 现在马上进场的是红色的猫眼电影队。 猫眼电影，一网打尽好电影。 猫眼电影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电影平台，面向普通大众消费者提供影讯查询、用户互动、在线购票、卖品、衍生品购买等一站式观影消费服务，已经成为85、90后主流影迷首选的电影消费平台，会超过1.2亿的用户提供优质的电影消费体验。猫眼电影，一网打尽好电影。 品球运动已发展近百年，在欧洲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球类运动。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目前，欧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平均每一个俱乐部约有200名的球员，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的品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 目前，品球项目已正式列入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有望成为2020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预计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在目前的积分榜上呢？ 猫眼电影是排名第三、第五。刚刚的比赛中，上汽大鹏打成了平手。现在他的积分是11分，而猫眼电影呢，现在的积分是10分。在这场比赛，他必须要获胜或者是打平，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进入明天的四强赛。而 Winagaya 呢，他是比较没有保护，他已经是排名最后的队伍。 在上个周末的比赛中 ，Winagaya 把上汽大鹏拉下马，而且是以高比分8比6获胜。3号的球员是来自新加坡的王汉龙，4号是来自德国的 Julian Prisser， 5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Mitch Graham， 6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Wooder。 8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赵子欣，9号是来自英国的 Jack Playful， 11号是来自丹麦的 Mika Freeholm，Mika 也是现在 Winagaya 队的带队长。12号是来自英国的 Alex Rotrow。猫眼电影，红色的猫眼电影队，2号球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Maja。 3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Andrew Merrifield， 7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Siba Vermeeren， 8号是来自英国的 Kadir Mikashon， 9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mma， 10号是来自荷兰的 JD 也是猫眼电影队的队长， 11号是来自新加坡的罗金义。 12号是来自德国的 Flambender， 9号球员 Jack Blackford， 他是来自英国，他是现役的英国国家队。
也是2016年世界冰球锦标赛中 U21 组的冠军，他也是赛会的 U21 组最佳射手，一共射入了28颗球。他也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欧洲冰球锦标赛中获得了冠军。他同时也是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学生。我和茂源电影队的队长 JD 是来自荷兰，身高193公分，他今年已经35岁，参加过3届的世锦赛冠军，1届的世界运动会金牌，参加过8届的世界锦标赛。好，现在发动第一轮进攻 ，Game Play Four。用一次快攻射入了一球，进球的是7号的 Labor。 Labor 来自比利时，他身高也是193公分，他参加过8届的世锦赛。威廉盖亚发动进攻，进球的是 Mingo， 也是丹麦。哦，远射 ，JD 的远射没有射进。哎，破门！哦 ，Jack 的射门被守门员挡了下来。这是一个角球。现在的比分是2-1，由 Winner 盖亚领先。茂源电影叫了一个暂停。队长 JD 续了一个大胡子。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球员。好，比赛重新开始。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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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离射门时间还剩下大概34秒。威廉盖亚控制着比赛的节奏，他们把节奏放得很慢，应该是要利用最后的射门时间来发动一次进攻。又获得了一个60秒。现在的比分是2-1，由威廉盖亚队领先。威廉，又进一球，
进球的是十二号的 Alex Rotro。 现在的比分是5-1，由威德盖亚队领先。奥伟定这一场球没有打好，奥伟定叫了一个暂停。要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射入至少四个球，而且不能够让 Winner Guy 进球，他才有办法进局晋级决赛圈。有点艰难。但是以猫眼电影队的能力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白队的表现也不弱啊。对，但是猫眼电影是属于一支强攻型的队伍。反倒现在是那个白色温尼凯亚克队，好像打起来完全没有负担。对，放开了，没有负担，完全没有负担。这个射门被挡了下来，奥运电影获得一个角球。
没有办法获胜或者是打成平手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晋级决赛圈，就是只能够打六跟五跟六的排名。打完了自己的领先。又射中篮筐，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奥运电影队落后了维纳盖亚四分，那必须在下半场里面射入至少四个球，而且不能够让对方进一球。
裁判李范是来自新加坡，他是世界停球组织里面 B 级的国际裁判。好，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哦，冲球的是队长 JD。
边 kayak 也同样玩颜色，又来了一记远射。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打破了本赛会比分最高的单场比赛记录，应该啊九分，二月电影三分。哦，这是一个要命的失误。二月电影。对弈的传球没有传开，因为 KL 的 J 用了一个后手传球，没有机会发动一个快攻。好，皮特盖亚有了一个五秒钟的持球犯规。茂伟电影又获得了一个机会，时间还剩下六分钟十五秒。三，维纳戈亚遥遥领先，时间还剩下五分钟三十三秒。队长 JD 的射门出界了，应该又获得一个底线球。Thank you.
该要叫了一个暂停，有一个犯规，一个用脚，非法用脚。莫云丁的三号被绿卡警告，非法用脚。暂停结束。
好，比赛重新开始。好，这一局，这一局的一个失误。现在的比分是12-5，时间还剩下3秒钟。我跟他们讲。比赛结束，Winner Kayak 12，幻影电影5。这是本赛会一个最大的比分记录，12分。明天高压也因为这一场败局而没有办法晋级下明天举行的半决赛，这也是冒险电影也没有办法晋级明天举行的半决赛。下一场比赛将在4点举行，是由平安银行对艾维斯瑞克队。现场幸运观众奖品由猫眼电影提供，开心麻花的又一剧作《羞羞的铁拳》家庭观影券一套。该剧由开心麻花艾伦、玛丽、沈腾主演，讲述一个搏击选手和一个体育记者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灵魂互换后的一系列搞笑剧情。2017年9月30日全国上映，大家可以在猫眼电影的 APP 上提前选座购票。